在深深叫着夏天，操场边与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，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宿舍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，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。曾经难买寸金。